一走吧，咱们兄弟二人从此以后恩断义绝，老死不相往来，江湖不再相见。二壮，你别说了，以后你我就是最大的敌人，如果下次见面了，我会跟你拼命的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不，二壮，你把我杀了吧，人渣大陆我就你这么一个兄弟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对我开枪吧，不然我会愧疚一辈子的。滚。好，二壮，再见，你多保重。欧阳九，二壮，竟然是父子关系。虽然解救了人渣大陆的危机，但是却失去了二壮这个好兄弟，我现在该去找谁呀？前面好像是一个大户人家，进去讨口水喝吧。嗯，没想到居然会有人。